了快。四日下午两时哦三十五分许，在龙潭区三坑段739号江姓男子住家前车内哦遭到两名男子哦持枪射击致死的案件哦，当场江姓男子当场的死亡。目前警方的一个侦办的一个进度哦，在案发的时候当下立即封锁现场哦，扩大调阅周边的一个监视器，并且警方立即发动的警力沿线的针对逃逸路线哦进行搜索，有发现到哦一名疑犯所丢弃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，而且还寻获到一把可能涉案的枪支啊，这些都在监视中哦。疑犯现在正由